好，我们来求这一题的未分答。好，我把这个看成是一个大变数，记得哈。那我现在哈 ，y 对 s 未分哈，就 y 先对这未分，哦，这个的平方啊，这等于两倍的 x， 啊，再乘以它，乘以这个哈。再对 S 微分，好，那我这个哈先对这微分的，所以就得到什么哈？得到是一减，好，这个叫做记它哈，二分之 S 等于平方，二分之啊这个再对 S 微分，好，就二分之一。所以呢，这个二哈，把它拿进来。拉进来要变多少？变成是两倍的 sin 哈，二 x 哈，那二拿进来这个变多少？变四，减掉 s 平方。